我告诉你们，这件你们一定要赶快加三，因为它390元。这一款那个 KIKI 家的，去年也有非常非常像的，然后今年呢、啊？今年他们的版型有做一点点调整，再更长了，所以更适合当打底。然后啊，颜色的色系也跟去年不一样，今年多了这个超级可爱的鹅黄色，好可爱哦！对，颜色看起来很清爽。我们这三个都是比较可爱的特殊色，很值得包色，二尾楼穿都完全没问题。然后一样是厚棒的水洗棉，然后它是在领口。然后袖口对有割破，下摆有小小的微微的破损感，就这样子，然后就素素的，版型很优秀，你们看，穿起来不会过狼，不会显得没精神，不会，版型很好看，然后长裤有盖过屁股，这件我超常拿出来穿，我去打羽球就是穿这个配内搭裤，然后我168是不会露妹妹的哦，是完全不会，可以直接配内搭裤，然后这个你们现在备起来，冬天。再拿出来当打底，长度都完全够长。还有你们不是有那个，到时候会有很多的针织背心，对，然后棉的背心，你们真的都可以这样搭，超好看的。这件我个人大推，大推，请你们包三包三件。男生可以穿，你不要去男生的柜去买690，买980，买1080的束 T。